停停停，这里了，不要着急，比我还要着急。干嘛吓我啊你？还啊一声。有本来去。你本来去干嘛？去哪里？赚大钱啊！哦，赚大钱。有本来去赚大钱。挺好的哈、哦。其实莉亚，你可以受到影响，就是说，你可以把很多创意像老师这样，经常的玩，经常的想，然后把它变成日常的一些可以写出来的一些东西。不要受到限制。其实它这个弧线刀的那个刀锋啊，就很像微笑，它其实就有一种很愉悦的感觉。然后这我把它按照那个经文把它描述成这个尖形的，它就有速度的感觉，这样不就很棒吗？完成。这个地方哈很空，没有。有没有来几？